2020年1月23日，央视鼠年春晚节目单正式公布。据悉，今年语言类节目达到8个，创下历年之最。歌舞类节目，李现、朱一龙、马思纯、周冬雨、李沁、陈伟霆、张艺兴、王俊凯、王嘉尔、易烊千玺、杨紫、王源、魏大勋等大批新生代演员，用歌声唱出了年轻一代只争朝夕、不负韶华的青春宣言。此外，吴磊、彭于晏、彭昱畅惊喜亮相魔术表演，与魔术师一起开启奇幻世界的大门。杂技节目中，中国杂技的柔术和群体造型相结合，在春晚舞台上将力与美活力绽放。另外，本届春晚主持人阵容为央视总台主持人任鲁豫、尼格买提、搭档演员佟丽娅，以及从央视2019主持人大赛中选出的一宋、张舒悦，这也是春晚近年来首次采用演员主持。在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，香港演员胡杏儿也将出任主持阵容之一。2020央视鼠年春晚将于1月24日晚8点正式开始。